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我是晶晶姐姐。嗨，朋友们，我是博浩。哇哦！今天呢，我和博浩要跟大家一起来玩一个橡皮糖的玩具，对不对？对。嘿，哇！你们快看，这四个呢都是4D 橡皮糖。博浩，你看到里面的橡皮糖，它的形状像什么了吗？像乐高积木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！今天呢，我们就来通过这四个来比一比，谁拼积木最厉害，好不好？好。那首先我们先来选一个颜色，你先选一个，你要选这个颜色，那我选粉色，好不好？这两个先放起来哟。那我们先来把这个拆开，好吗？哇！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看这里面呢，我们有看到有一些乐高的橡皮糖。哇，我这里有玩具车。哇，我这个是小乌龟的玩具车哟，咻咻咻！哦，呼呼，你的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蝴蝶还是七星瓢虫？七星瓢虫。哇，博浩的是七星瓢虫哦，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？咻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在比赛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比一比谁的车车飞得更远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指头不能过这个桌子。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咻！你的太近了。好了，那这个玩具呢，我们等一下再玩，好吗？好。第一轮还记得我们挑战的是什么吗？哇哦，用这个来拼出我们喜欢的图案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来把它撕开。咻！你们看这个上面呢，其实可以拼成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图案，可以拼成小鸡，或者是小象，或者是小青蛙。让我们发挥想象，博浩你也来试一试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谁能拼得更好。好，那我们计时开始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你在堆什么？我觉得我要赢了，哈哈。你可以是，你在这里连一点就可以粘住了。我好啦，楼梯。让我们看看我们两个的作品好不好？你拼的是什么？鞋子，鞋子啊！我拼的也是鞋子，只不过我拼的是那种滑板鞋，前面和后面各有一个滑轮的。你觉得我们两个谁拼的好？你拼的好，我也觉得你拼的好。可是晶晶姐姐也想要再证明一次，准备了没有？我还没有说开始。好吧，那我也拆开好不好？我们公平一些好不好？好，准备了吗？双手放在前面，预备备，开始。我好了。你好了吗？你拼的这个是什么？我拼的是，你猜一下。你看，这是他的两个腿，鼻子这么长，然后大大的，腿也很长，是什么？你自己。哇，我的猜对了哟。三、二、一，赢。那你堆的这个是什么呢？鞋。是什么呢？又是一个鞋子吗？怎么这个感觉不太像鞋子呀？我的想象是什么？那你要解释一下。滑梯。滑梯呀、啊，哦，好像真的有点像哦。人们可以坐在这里玩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它滑下来，哦，不错不错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个选择的权利呢交给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来让他们评价一下我们这次是谁拼的好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喜欢大象的话，记得在评论里投晶晶姐姐。如果你喜欢滑梯。那你就投给谁呢？投给博浩。哦，是的，听到了吗，朋友们？那这些食物可不能浪费，我要吃掉了。你吃吗？
但是我们不能吃太多，好不好？吃一点点好吗？每人只能吃一颗，好不好？不能多吃哦，吃糖的话牙会坏的，知道吗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吃米饭。